我走，我走，我操！我操！嗯，姜煮好。嗯，那个小雨，还放点辣椒啊。好。嗯，那也好。我要。陈涛，去把帐篷给我们支上，快点。不是我去。哎，您好，美女你好，我叫陈涛，我叫陈涛啊。你好，我叫刘凯，你这男朋友。我叫陈涛啊，我叫陈涛。哎，我帮你。来，我帮你。大家都饿了吧？来，快吃。好，开始烤好了，来，吃。哎，我扶你。累死我了。陈涛，叫你去支帐篷，你跑去跟美女打招呼，把我们的帐篷支起来，然后再回来吃东西。孙小美，你这两天你能不能不像以前那样支持我？你让我放松两天。哎，我们老大特意表扬我劳苦功高，而且我升职了，现在在单位里除了我们老大，我是一把手，我再也不用看小高的脸色，现在得他看我的脸色，而且特批了我3天假，你就不能让我？陈涛，要点脸行吗？中秋节大家都放假。咱们今天既然遇见了，也算是一种缘分，是吧？来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公司的设计总监刘凯。他设计的珠宝啊，获得了大奖，我们祝他的事业更上一层楼。嗯、来、嗯，多谢，来恭喜，来恭喜。哎你这现在的关系好复杂。小美，是你的汽车。啊，好烫啊！嗯，我的鱼。吃我的吧，我不吃鱼。真的，谢谢啊。嗯，你那个帐篷有点小吧？要不今天晚上跟我挤挤吧？好啊，好啊。我提议把那个谁，那个谁跟我喝，我还是去铺睡袋吧。非得在这儿，你说这是有帐篷不去，这荒郊野地多少蚊子？你说，你不会说我的吧？跟踪变态，偷窥狂。哎，不是，哎。宛如，不是你等我一会儿。宛如，你听我跟你解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要休息了，请你自重。
我怎么不自重了？不是你想，他不是你想的。哎，怎么了这是？喝多了？没事没事。来来来，我扶我扶我。哎，啊，那我来来来，快进帐篷。那个夏雪，你没？不用了不用了。不是，没事。不是我撒个尿我还成流氓了我。你是拿这张图参加比赛的吗？我这。你知道这是别人专门为我设计的项链方案吗？你怎么可以拿它去参加比赛呢？那又怎么样啊？我又没百分百的照抄，我只不过是拿过来吸取下灵感。哎，对了，我还要问你呢，我现在是你男朋友，为什么你的前任要给你设计项链啊？为什么呀？我和他早就分开了。这是人家为我设计的项链，是人家礼片心意，是直接发到我手机上的。毕竟这是我生命里的一段回忆。你就剩你们俩了，我们家孙小美呢？啊，回帐篷睡觉了吧？嘘，什么事？谁？嗨，小情侣吵架很正常。对，作为一个男人，一辈子一定不能让自己心爱的女人生气。你是没谈过恋爱吧？我没谈过恋爱，我虽然没谈过恋爱，但是我对这件事是有发言权的。假设说雨洁如果是我的女朋友，我绝对不让她。打住！怎么着？你想横刀夺爱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刘凯这人对情敌那绝对是穷凶极恶的。行了，甭扯了，大半夜的，咱们三个大老爷们这谈什么爱情？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就是，来，我能干那事吗？那个，来，走一个。我和他早就没有联系了。早就没联系了？那你还留着他给你的项链设计图，还是对他念念不忘啊？你心眼怎么这么小？你连一张图片你都容不下。嘿，对，你说对了，我就是爱吃醋。你去问问狐假虎豪。从小到大让我吃醋的男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。还有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是我的女人，你就应该站到我这边。我最讨厌你这样维护他，对他念念不忘。我是喜欢你，想要和你在一起，但是这跟你道歉方案根本就是两回事儿。还有，不要再拿我和他的藕断丝连来强词夺理了，这真让我看不起你。看不起我，因为他你瞧不起我。告诉他是谁，我弄死他！你干什么呀你？你自己做了不光彩的事情，还要找别人去算账，太让我失望了。瞧见没有啊？什么呀？真是不地道，不地道，不地道啊！啊，你看，看刘海那小子，看见没有？
你说他是不是又跟陈若涵好上了，把雨洁给气跑了？听说是人家雨洁昨天晚上有事儿，所以提早走了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你都不知道，昨天晚上就这小子跟那个雨洁俩人在这个小树林里，我没法说，你让宛如说，宛如也看见了。宛如，哎，宛如，陈涛，你怎么还有脸说呢？我什么没脸说的？什么没脸说？他们有脸杠来着呀？有什么没脸说的？哎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真是不地道！一个大老爷们儿，你说让一个女孩化妆，这不地道，真是不地道！哎，你激动什么呀，陈涛？小雪，你知道吗？这就叫羡慕嫉妒恨。我激动了吗？我激动了吗？啊？哎，不对，孙杨梅哪儿去了？小美跟胡家胡豪玩去了。不行，我得赶紧看小美去。我告诉你，你们俩注点意啊！这帮人我算看透了，没一个好饼，你知道吗？唉，多好的一天，就这么被他给毁了。我真傻。什么？我说我真傻，赢得这次比赛远没有雨洁对我重要。我对她那么认真，当然也希望她对我是专一的，不要和别的男人有瓜葛。我这样做有错吗？是，感情本来就是自私的，我们设计师都是自私的动物。谁都别动尸体，报警！报警！哦，陈 Sir 基本确定是他杀，身体没有明显的伤痕，但手腕处的勒痕应该是死前被捆绑时留下的。另外，死前发生过性行为，我们从体内提取到了精液样本。我法医，法医。你再看这个。哎，这项链不是刘总的设计方案吗？对，就是因为这个设计方案，刘总还获奖了啊。刘凯，这么好的一个女孩，你把她糟蹋了也就算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杀她呢？玉洁是我女朋友，我怎么会杀她呀？放屁！你以为那天我没看见你吗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俩在小树林干嘛。你要证据是吧？法医的检验报告一会儿就出来，你看我能不能定你的罪。这怎么可能？不，什么不可能？陈涛，你冷静点。